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olo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测试这本答案之书，然后它的玩法就是有点像那种占卜类的东西类似的，就是呢，你想一个问题，然后呢，打开某一页，然后呢，它这里面就有一句话是一个答案，然后呢，给你解读。那么现在就举个例子，我这期视频能火吗？然后随便翻开其中一页，无论你做什么，结果都将会持续下去。那就说不会火喽。不过之前呢，我已经向粉丝征集了一些问题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读读粉丝的问题吧，然后顺便帮他们找到一些答案。我们现在开始。